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3号，大市整体是升的。从各个行业板块来看，我们会见得到银行和地产都是上升之列，因此今日的升市是应该有些实质的支持。再跟着下午的话，我们要看看整体的资金的流入是会怎样。期指的周线图方面，我们看到它是已经跌穿了之前的一个低位，就是一个22622，这个是昨日的低位来的。